早餐莱塔。这是第二天了，头天我都饿着了，没吃饱，就来个锅贴尝一尝。昨天仨人喝一碗觉得不错，今天又来一份。昨天来的晚，里面没逛上，今天看看博物馆。一看到这个，哎呀妈呀，这么应景呢，快来站呐，姑娘，击击鼓，那能敲吗？能。这是电视啊，这是电视啊，不知道啊，这是考试的地方吗？对啊，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屋。快来把笔纸准备好了。都是各种的那个什么，这许愿的地方吗？那是啥呀？你看是起源的地方，这都是吗？哈，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，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，什么都能。我真看着这个花了啊，就是在网上时常就看这个花很漂亮，长得好真密实啊。哎呦，这是干啥的地方啊？学习的地方吗？主考官。桌子。啊，这都是，快来考试了。考试开始了。夫子庙，啊，南京夫子庙。这个比较好，凉爽。这是什么饼啊？这是。尝尝味道啥样？这好吃啊！你就是愿吃甜的。这个是最关键的，必须得先来一碗。我感觉好肥呀！Thank you.